其实那么多年来，我自己的经历就好像起伏了很大，就好像电影剧本一样。不过那么多年来，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情，都是有我一群好朋友的支持。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想不到今天来到台湾，台湾的朋友还是那么支持我，我真的是。 我感恩，我们到台湾，还能有你们支持我们，让我们来好好的享受今天那个过程，这个第一个感恩。 第二个感恩就是，我们能有一帮几十年老吵架，可是吵完没事的好朋友，这个是第二个感恩。最后一个感恩，感恩老天爷让我有一个那么丰满的一生感恩。 有很奇怪的感觉，就是好像那个做梦一样。我梦见很多人给我很大的掌声，还有很大很大的笑声。 我不是做梦吗？不是。我希望这个梦永远不会醒起来就好了。但你要讲讲话，我不懂说，不懂说也要站出去。阿强，阿强，从心里面说出来。谢谢大家。
刚才陈勇说了很多说感恩的原因，还要感谢天。我说我们真的要感谢天，要到今天为止，我在全世界能够没有拆国的，好像没有几个，没有几队，没有几队。而且他们可能有一些成员会离队啊，或者是已经移民到天国啊。那我们真的这个真的要感恩。对，这个是第一感恩。第二感恩，老天爷还给我们现在有那么好的体力，还有头发，还有牙齿，还能动，还能动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！哎，对，你刚刚才可以过，所以真的，我们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再到台湾来跟你们唱歌。但是我会告诉你，希望你们有你们对我们的感情，就像我们温岚五哥的友谊一样，千载不变。这把雨，眼睛冷暖太深。